聯物業 Alison， 今日嚟到樂遊居介紹一個三房套單位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參觀下啦。今日介绍的单位538尺，是一个三房套的单位。单位有一个高楼底，而且一幅大窗，令到整个单位非常光猛，而且空间感极高。厨房都是紧厨设计，做到明火煮食，都是原装间隔，业主都保养得非常新净。单位方向向西南，属于中层，都过了部分工厂，望到天空，所以望下去的感觉都不会太压迫，带大家另一个角度望多次客厅。接住落到嚟走廊位置，带大家参观埋第一间睡房。睡房方正实用，有一个大窗台，可以用尽埋个窗台，利用每一寸空间。而浴室都系原装间隔装修，而且业主都 keep 得非常新净啊。走廊嘅尽头右手边系第二间睡房，间隔都系方正实用，容易摆床同埋衣柜。而呢间房望出去嘅景观都非常开扬啊，望翻荃湾市景、大帽山景。最后来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都是一个大窗台，可以用来做窗台床，景观都是同客厅一样。而套厕都是非常干净，原装装修，光厕设计。哇，咁快呢个单位就解选啦！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又想睇楼，记得打嚟约我啦，拜拜。